今天要请到我们这个特别为他而来，在赛前刚刚的舞台活动，无论是玩游戏，还是看他们精彩的演出，都非常的热情。来，我们欢迎六位成员一起来到广州好的面向前方。好，我们先请大家各自跟大家自我介绍打个招呼，好吗？我们一起自我介绍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佳丽栗子。欢迎佳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瑜。欢迎依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蔡雅恩面面。欢迎雅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袁子竹。欢迎子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婉玲玲玲。欢迎婉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心林依。欢迎依心。好，那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下，今天很开心看到你们充满着活力，要来为悍将加油。而且跟大家预告，前三局他们会跟着 Angels 一起为悍将应援，然后待会一定好好补充一下。而且今天还一起穿上 Angels 的制服，这是只有你们才专属定制给你们的，希望大家好好的补充待会的画面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刚刚赛前啊有进行拍球的热身，我想问一下佳丽刚刚这热身的感觉，而且第一次踏进职业棒球场场内，现在的视野看起来如何？紧张哦，就是刚刚我在旁边练球的时候，就是有大家一直看着，我想说，就跟我自己在练习场练习的时候很不一样，因为我自己去练习场还是打了一个 OK， 哇，很认真。对，然后所以希望今天开球可以顺利，然后祝福帮悍将拿下胜利，掌声鼓励。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我们的易云来分享一下，是今天等于说他们其实等于是中午前早上就来准备场刚赛前的演出，那待会还有拍球还有应援，他们也提前练习，对不对？想问一下这一整天行程，待会最重要的应援要来，现在会紧张吗？有没有觉得应援曲很难记，还是怎么准备的心情？对，就是我们每一个成员都为了这个应援曲费尽了心思，对，从就一整个礼拜都在背这样子。对，那等一下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努力的投入比赛，然后大家一起为富邦应援，掌声鼓励。最后来问一下雅恩，今天由你来代表排球，对不对？那排球先问一下心情，待会要排球的心情如何？主审，所以无论是什么球过来，我都觉得是好球。没问题，要用你最活泼的肢体动作来展现出好球。那来分享一下，相信今天有很多朋友为你们而来，有没有最近有什么公开的行程或是作品跟大家预告一下？有的，那我们7月的活动也非常满，在7月22、23，其实有手牵手的公演，可是目前票已经卖光了。哇，7月29、30是一起生的演唱会。那如果不能够来到现场的大家，其实有线上可以观看，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看我们的官网，然后看我们的售票资讯，希望可以见到大家。掌声鼓励，也可以锁定他们的官方社群哦。好。